数位机上盒遥控器互动服务键便能进入互动服务选单。互动服务功能，在浏览互动服务内容时，可以按照荧幕上的指示运用不同颜色的功能键操作。在浏览资讯或是特殊的娱乐画面时，可以用上下左右键移动游标，或返回键回上一层。你也可以利用数字键帮助选择服务，加快浏览速度。即时资讯为您提供即时新闻、天气、交通和县府资讯等重要讯息，让您未雨绸缪，万事俱备。新闻服务让您可以随时得到国内外的重要新闻，包括焦点话题、重点新闻、地方新闻、财经产业、理财股市、资讯科技、体育新闻、影视娱乐等。您也可以随时查询目前台湾及世界各地的天气及预告，看看台湾今明两天的天气、一周气象和渔业气象，或者查查大陆主要城市及世界各主要城市气象等。出国前查一查互动 TV， 就可以知道旅游地点的天气，让出门玩得更尽兴。如果您的约会是风雨无阻，你也可以查看各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，出门前选择最好的交通路线，以避免塞车。互动 TV 还提供实用的交通资讯，让您掌握所有的路况报道、国道车速、火车时刻表、国内班机时刻表以及即时航班资讯等。同时您也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政府施政公告、市民注意事项及各项地方活动讯息等，真正做到足不出户能知天下事。在互动 TV 服务里，你也可以随时用星座命理的服务预测自己的运势，内容包括星座及32卦等等。想轻松一下，互动 TV 提供受欢迎的电视游戏，如孔明棋、娱乐无穷、仓库翻等，不用另外买游戏机就可以享受电玩的乐趣。您更可以随时查询各期乐透开奖的号码，或根据各期乐透中奖号码，以电脑计算出最有可能开出的号码供您参考。互动 TV 服务也提供各种饮食及购物资讯，让您的购物生活更加便利和多彩多姿。还有每天提供股市投资资讯、分析报告等投资重要讯息，互动 TV 让电视从此成为家中理财的好帮手。同时您也可以随时从电视查看电影芯片资讯，并查询各电影院上映时刻表，不用再翻阅报纸或打电话查询，轻轻松松出门看电影。想要八卦一下，您不必翻阅杂志，互动 TV 把第一手的娱乐消息送到您眼前，还有各类文化教育资讯，充实全家人的涵养，丰富全家人的精神生活。现在请您尽享互动 TV 为您带来的高科技视听享受吧。如果你有任何疑问，请洽客服专线02-2927-7868。